不知伯爷可会习琴？琴弦都断了，你这琴质量不行啊。这东西就跟习武一样，没有多年的功夫，怕是难有成就。画画，当真要学？画画不必如此用力，轻柔，慢捻。我头发被缠住了，怕是花花都没有你调皮吧？你快点行不行？花花别急，我会慢点，不会弄疼你的。弹琴没意思，我要换一个。这不知伯爷可会下棋？我下这儿。嗯。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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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那我下这儿。你笑了，肯定有诈。那我就。就放这儿了。哼，这回真的确定了？又想诓我？这回我可不上当了。下棋嘛，就跟我祖父上战场一样，排兵布阵，耍的都是心眼儿。你越这么说，我还就放这儿了。也罢，既然你主意已定。下一句吧，我又输了，不可能！明明我占上风的，你又算计我。花花莫急，所谓攻比固我，入剑。别说了，说的我头都大了。这样啊，咱们再来最后一局，最后一局呢，你就让我一个子，我一定能赢你。可是花花，我已经让你20个子了，干脆这局我认输算了。20个子了吗？有这么多吗？伯爷，我觉得吧，这下棋也不好玩，就是挺不实用的。也是，下棋本是风雅，对画画而言的确不太实用。伯爷可会作画？须先将笔锋润透，方可画出粼粼波光之感。你早这么教我不就好了？还有什么学不会的？这一条是他，一条是我，看起来登对极了。你看，其实习画如同练武一样，天分固然重要，但仍需长久磨练。京中贵女善画者鲜有，唯有石飞仙一人，自小勤画研习10年，方有小成。好你个荣霞，我看你画的不是你和我，是你和石飞仙吧？画画误会了，我的意思是石飞仙从小研习字画10年，画画画的已经很不错了，只比他略逊一筹。你找他去吧，别叫我，省得碍你的眼。我不能便宜了你。我哎，花花。哼，我。